上百位慈济志工一早搭游览车来到高雄田寮日月禅寺，将要分组在田寮区展开全面关怀。田寮它是有淹水嘛，就那个月球路这边差不多4尺高嘛，还有小滚水要150公分，它比较严重。有开会说要来安亲家访，就379户。今年较少，爸爸你当去到宾馆啦，爸爸你当。啊，你人呢？能走啊，走啊。淹水刚消退，就看到慈济人到访，受灾户不断向志工倾吐苦水。我是代表吼，阮的师傅正言法师吼，大家一起吼，所有助者吼，专门是这人，也是种的，给您祝福安尼。好，谢谢了，谢谢。尽管梅基台风已经离开，不过高雄田寮月世界仍处于停水停电状况。慈济志工的到访温暖了居民的心，居民只盼望能够尽快恢复家园。谢谢啦！大爱新闻学内林道明高雄报道。